老公大人，啊！干嘛啦？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！发神经了！媳妇儿又想干什么？你干嘛？啊？今天几号了？几号了？啊？几号了？今天几号啊？我也不知道几号了。现在几号？四号、五号啊？还是六号啊？过两天几号了？过两天六七八啊。三八节快到，妇女节快到了呀。你是我女神，你不是妇女。滚！妇女节快到了。啊，你又不是妇女。我的礼物呢？和你没关系。给我准备什么礼物？我现在已经是妇女了。你是妇女了？生了两个小孩，我现在。你承认你是妇女了？我现在要过妇女节。你之前为什么老是让我感觉叫女神呢？滚！第一个三月七号女神节，3月8号妇女节。你到底过哪一个？只能选一个。过，不行。先过女神，再过妇女。只能选一个。快点，把你的私房钱通通交出来。我哪有私房钱啊？那我不管，反正我就要礼物。这两天两个节给我准备一个就可以了。什么礼物啊？就是我们那天去商场看的那个什么、啊？这个什么？手上缺什么啊？手上缺什么？一个钻戒。钻戒啊？买了吧？多少钱？攒够了，装傻。18000，手机为什么？18000，你要我命啊？不是差不多2万块钱。我哪有钱？我不管。你给我磕头也没给我白搭呀，我也没钱啊。你想多了，我给你磕什么头？揍他干嘛？儿子揍你他，我你再怎么揍他，我也没钱、啊。两万，还有手续费、手工费什么的呢？两万。嗯。行，那就动用咱家的存款了，只能。私房钱。没有，只能把咱俩人的存款给动用了，买它。是吧？刚买钻戒还不行，媳妇儿，你刚戴个钻戒，你身上穿的这种邋遢的，你看，你手上戴个钻戒，但是你的衣服你看了吗？这衣服和你钻戒两万的钻戒气质不搭呀！你的衣服是吧？地摊货30块钱买的，这裤子也20块钱的，你这样不搭、啊，和你形象。然后咱再去烫个发型，再把身上裤子起码穿个几千的，上衣咱起码。来个牌子，7000-8000啊，7000-8000，烫个给我买衣服啊。对啊，再给你做个头发，然后弄个2-3千，这一身下来再加上2-3万，行吧？咱那剩下咱那存款。突然间对我这么好了？咱过个节也好好过一下，从头到尾全部换，还忘了说鞋呢。加上鞋真的是没个几万块钱下不来，行不行？可以啊。啊，你想给我买我就去啊。去啊，关键是咱去的时候。你什么？咱开咱家的小瑞纳车太破了，像这样的你这一身名牌钻戒，怎么说也不得开个宝马奔驰的呀？不行，咱得把咱的车换成宝马奔驰，咱不换个50-60万的，换起码换个30-40万的吧，是吧？啊，上次你看那个奔驰 C 系30来万就可以，就为了给我买个钻戒，然后再给你配一辆车，是给你配啊？那个你不是你喜欢那个奔驰吗？就买那一辆，上路35。你说来说去，你心思在这儿等着我的是吧？我有什么心思？这样才是，你刚穿上之后，人以为你穿的假的，戴的假的。你这样开上一车，奔驰一开，绝对都是以为是真的，是吧？你说你不想给我买就直说。我想买。又是给我买衣服，哎，又是给我买裤子、买鞋，还烫头发。说来说去你。你就是在这儿买一个车、啊，我不要了。不对啊，媳妇，你不要不行啊。走开，我不要了。真的。走开。你就算不买车，关键是你穿那一身之后开那个车太掉价了。人靠衣装，马靠鞍啊！你这装有了还得还有个座驾呢，是吧？也得换好像。我不要了，我不买了。该干啥干啥去吧，我不要了，不买了，赶紧的，我不要了，别说了，你别叨叨，我不要了。不，媳妇儿，我不要了，必须得买，我不要了。哎，这两天我正好挣了200块钱，给你，真的，你拿着200块钱买个包，200块钱包在你身上一背，很符合你的气质，真的。我怎么了呀？
我的身份就值200块钱的包，还很符合我的气质。200块钱，苍蝇腿也是肉。那不是，那过个节，200还少吗？200，咱这种家庭啊，200一个女生节，还有一个妇女节呢。你还有200吗？